当年的一天，是梵瓜太初的时期。因着今年的雨水较少，梵瓜的产量增加，品质没断好。为了增加行色的话题，就有业者用梵瓜的外表挂的不有粉的提醒，替老板写给神奇的诗，变作为神奇的纪念品。业者每宣传的客家的文化，替梵瓜风写的荷花一神奇。强强的用颜值笔来写客家话的写墨暗将，等到结来以后，就变做写那些上写阿姊的个登录，无做起来写什么字暗字写，本客家话同繁华结合，变做客家装饰贴片的纪念品。有你真好，哎，个代表感恩呐的对哈，全部乜个花都做得哈，阿做事莫听多哈，阿你阿种下等呢，全部下都做观赏型的，那观赏型的个种的繁华呢？至少三四个月吼，迄个较通风哦，六个月全部无嘛问题。一道游客躺到面上前顶来，不论是来上梵瓜料理，也是欣赏梵瓜龙，无就是在梵瓜摘下来以前，都当过下纪念嘅事，做本粗口梵瓜贵，很较神奇。业者主讲，今年嘅天时较热，雨水较少，梵瓜大多又大又甜，梵瓜龙大嘅梵瓜就比往年多。啊，今年的雨水比较少，所以我今年比较丰收一点，然后甜度也比较高。这样子，今年的梵瓜当好色，一下又做得创作同款式，业者每九年样办做梵瓜三明治，梵瓜嫩酪，一道一甜好色的点心，加上啲梵瓜卡斯，本人学识梵瓜看梵瓜，还做得本人学来卡斯做纪念品，就当神奇。客家新闻总司命，廖立波涛。